孩子，来，你这老玩游戏的过来吧。老玩游戏就容易影响注意力，那我要不变色就是傻吗？就刚开始不变颜色还是比较正常的，但是说有的人可能会很容易集中注意力。对，谢谢你给我台阶下，可以试一下了。哦，他能变色啊？变成什么？你看，就是我动的，你看没有？哦，啊，已经可以变了啊！真的，我亮，哎，真的有变深颜色。对，它是红变紫，变浅。韩哥，你就凭空这样，变得这么有情趣的光啊！这，啊，哎，好累啊，是吧？真的，因为注意力集中很累的。这个数值呢，就是代表了。那个我们的实时的一个注意力集中情况啊，然后呢，它现在的数值大概是十几左右，然后在二十左右浮动，这属于是很不注意，智商只有十五是吧？对，因为现场环境就是操的比较紧张，所以那个静下心来，对，哎，我们快速的高度集中注意力，看能不能使得变成红色，心中想，哎，真的数值升高了，刚刚荆轲，红色。金色哦，四十了，四十八，对，五升，好，颜色已经快慢慢变红了，真的耶，集中，变红，行，红 buff， 哇，很棒很棒，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棒，你看这就是注意力最集中的时候，对，还是游戏，对，非常棒，嗯，这个挺好，很容易集中啊，这个靠这个自己的意念啊，这个意识。